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0号，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的21章，从这章经文的4至6节里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我们先从第4节看起，找着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7天。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：“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”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。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在这段的经文里是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当时保罗呢正是坐船要赶回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到以色列地区。那么他坐船要到以色列地的去之后，中途站就到了一个地方，就是推罗，船要在那边卸货，1星期的时间，所以保罗和同工们在推罗上岸之后，就找着了弟兄们，就找着了这个当地的门徒，就基督徒。那这些基督徒也认识保罗和他同工，他们就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。1星期的时间，7天之久，接待他们，然后到了保罗和同工要上船的时候，他们是带着妻子儿女，一家一家带着妻子儿女一同送保罗呢，到了这个岸上，到了推罗的岸上，然后就他们同心呢就跪在岸上祷告，就保罗和同工和那一批的门徒几个家庭，他们也同心跪在那边祷告，啊，那个情景非常感人。然后祷告完之后，就送保罗和同工上船了。等船开了之后，他们才回家，才离别。然后在这期间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告诉保罗说：“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主预先就他们通知保罗，你这次去会遇到危险。当然，保罗也很清楚，他是神的引导，要去把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。所以呢，这个保罗照样忠心的摆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会看见他们当地在推罗这个地方已经有教会，已经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家庭。我们看见一幅很美的图画，就是他们一起跪在岸上祷告。那我们先从这一批的门徒看起吧。第一，我们看见在推罗，他们居住离耶路撒冷很远，但是主的教会在那边建立，啊，一批的信徒在那边爱主，实在蒙神赐福。他们的爱主表现在哪里呢？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。不是接待一个晚上，是7天之久。服侍他们饮食，还有这个晚上睡觉的地方，还有在爱心里交通。这7天之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享受，因为保罗已经分享很多神的道，所以可见当时的教会情形很蒙福。初期教会情形，圣徒这种彼此相爱、乐意付出啊，这个相爱是在言语。不仅言语和传讲上，还是行为和诚实上，是实际的付出，接待圣徒，啊，这个爱中接待圣徒，这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形。他们的爱不仅停在道理知识上，是实际的摆出来了。耶稣曾经说，对门徒说，他说：“人若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”凡接待你们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差我来者的。也是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一是一个信主的小子，把凉水最小的一杯给信主的小子喝，那人不能不得赏赐啊！就一定得赏赐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接待圣徒、接待主的仆人使你是有福的。当时保罗和这个同工们，他们在外邦传道，经历了多少劳苦，多少患难逼迫，这个时候也要面向去一路上传道，
随时会生命不保，付这样大的生命代价。但是正经过推罗，是神给推罗当时那一几个家庭的机会，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服侍神的仆人室里面接待他们一星期时间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将来得赏赐，也激励了历代的圣徒要接待侍奉主，要接待啊圣徒，外地的圣徒来啊接待。当然今天我们有时候是用酒店用个很方便，但是无论如何是实在是付出，是爱心嘛，接待，这是第一方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见很美的图画是他们送别保罗和同工的时候是依依不舍，不仅是弟兄出来，是连妻子儿女，你知道能够带妻子儿女一同出来，代表他们是敬虔的家庭，代表他们 的妻子和他们是同心，是弟兄和姊妹一起爱主，才肯一起这个送保罗来到这个码头。古时是走路的，没办法坐车，没有坐车，没有车可坐，还有带着儿女啊，代表儿女也是敬畏神的，儿女也是敬虔，是敬虔的家庭。所以一同跪在岸上祷告的时候，不仅弟兄跪，是妻子也跪，儿女也跪，全家跪，证明他们平时全家都有跪在一起的祷告。若平时没有全家跪在一起的祷告，这个时候要在一个露天的地方，一个公众的码头要跪下去，儿女一定不肯啊，妻子也不肯，因为他平时没有做惯，所以平时是惯了七夕祷告，全家一起祷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做家长的，做丈夫的，实在是有金钱，实在是不是金钱。然后使徒保罗同工随时都能够去七夕祷告，所以他们就跪在岸上通经祷告。他们这个祷告不仅是礼貌上为他祝福送别，这正是为着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所面对的这个患难逼迫代祷，同时为着福音在那边传开代祷。这个祷告很有力量，同心跪在那边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的家如何了？是否是敬虔的家人？若是父母亲常常跪着祷告，我太太常跪着祷告，我相信你的儿女们一同，你也带着他们一起祷告，全家大小一同跪着一起祷告。有时候就这样，一星期有一两次一起跪着一起祷告，那是很蒙福啊。大家都敬畏神了。当然有时候不是跪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坐着一起祷告。特别是站着是最好，站着。跪是最好，但是没跪的时候就站着一起祷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是家庭要成为敬虔的家庭，成为敬虔的后代，有敬虔的后代，那很要紧。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使徒保罗当时神为他预备了推罗这几个家庭，这一个来送别他们，然后充满了神同在，所以这幅的图画非常的美。他们跪在岸上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会感动当时岸上很多要上船的人受感动，这批人是敬畏神的人，会受感动。还有在灵界上撒旦蒙羞，神得荣耀，神的灵要充满使徒们，在行程上与保罗同在，也祝福那几个家庭。但愿我们今天主得着我们都是敬虔的家庭，也都在侍奉神的事上有份，接待外地的弟兄姊妹，也接待主的仆人使你们，一同蒙主悦纳，蒙主纪念。好，愿神赐福给你。